喜欢任何人，我为什么要误会呢？其实是你硬要把我跟阿康拉在一起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没什么为什么。哎，阿康不好吗？论家世，论学问，论人品，论样貌，有哪样差？而且入水能游，出水能跳，你说哪一点比不上人头马那个家伙？你不选他是你的损失。损不损失我不知道，不过你简直是个活宝，连自己喜欢的人也要让给他，就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吗？整天说自己会这样会那样，其实我认为你最擅长做活宝。神经病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？哼，其实阿康做的事哪样不是你替他安排的？就像刚刚的溜冰也是你在后面撑着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帮朋友是对的，但是为了拍马屁就太不像个男人了。马屁拍得太过分了，怎么样，要不要我买匹马让你回家每天练习拍呀？你闭嘴。哼，马屁精。闭嘴三八婆。哎呦，骂我三八婆。你的行为一直很幼稚，整天自认这样最好那样最好，目的是为了想引人注意你，这完全是你自尊和自卑的表现。